啊，往生是古德了。啊，我们要想得到这个果报，一定要修因。啊，因殊胜，果才微妙。啊，因行的种类次第，盖以凡夫闻名后，啊，这个地方我要特别重视啊，他对凡夫讲的，我们有份，啊，我们听到了，幸运有深浅，发心有大小，真的是不同。我们听了，有人信得深，有人信得浅，深浅差别很大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品位不一样，啊，四土三杯九品，个个不相同。啊，还有持诵有多少？啊，持诵是写，啊，受持读诵不一样，每个人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啊，修习呢有勤度，有人很勤，有人很懒散，种种不同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此。但是西方世界很特别，确实有这些现象，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一加持，这些现象就模糊了。有没有？真有，但是你看不出来，你好像每个人都有高度的智慧，每个人都有圆满的福报，每一个人都是大德大能，那是那是弥陀加持的，不是自己的。啊，就好比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灵魂到世间来投胎，他投生在帝王家。一出生就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是他的啊，那是他父母给他的啊，那不是他自己有能力得到的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享仿佛如是啊，生到阿弥陀佛家里了，做阿弥陀佛的子女，阿弥陀佛是世间大富大贵，享老子的福。就这么个道理，啊，不但享他的福，还享受他的智慧。